以往的口味也很好吃啊，但是新的口味就想尝鲜看看这样子，而且又加上现在台铁上面又可以吃便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更要尝试一下。花莲仓户市今天新推出的元气套餐呢，有梅基田园南瓜饭，还有梅开眼笑 QQ 豆。那我们这个梅基田园南瓜饭呢，里面用的是我们花莲在地生产的栗子南瓜，还有东升南瓜。另外很特别的是，我们的芦笋呢是采用我们花莲在地小农生产的哦。那这个梅开眼笑 QQ 豆呢，里面的脆梅呢是我们花莲仓户市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手工酿造的，是非常的特别的。那我们一天的这个数量的部分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南瓜炒饭呢跟果冻都是手工制作的，那它的工序比较繁琐，所以我们每天限量在我们花莲梦工厂销售，大概是每天早上10点左右会开始贩售。如果你担心会吃不到的话呢，我们开放5组以上呢，在前一天可以打电话先跟我们预定。